Hello，姐妹们，我们这个月29号要去厦门啊，鸿星尔克总部。你说妈妈加油，拜拜。哦，然后每次直播呢，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带谁去不带谁去，因为我们家人还挺多的哈。那我第一个申请出战啊。你确定啊？咱就是说，你有没有认真看网友对你们的评价呀？姐夫，好老公，好男人，好爸爸，好女婿，好儿子，我莫哥，男的，活的。好朋友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梅子，你要不要总结一下？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的？你难道看不到我自身在发光吗？经过我跟灿灿的讨论啊，这次我们采取竞选的形式选出直播的一席之地，还是比较激烈的啊。你当谁乐意跟你去啊？美差堂。爸爸，我要去直播。未成年人不能出镜，睡觉。爸爸，我会唱歌跳舞。那你也去不了啊，贝贝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才艺。爸，把你这几十年的功底好好露一手吧。哎，不露了，我自动放弃。这回在家还得看孩子。哎呀，别呀，咱们这次去厦门，有海，有沙滩，有美女，有比基尼，你我啊。爸，这次直播完还能在厦门多待2天呢。哎呀，那我得定去。换梁少爷说这个事的，闭嘴！妈，你别看我爸那啥，他年轻的时候好赖是个大帅哥。哎，下面该您了，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？你看我这身材，你上呗。我会走还会唱。你在哪个个寥寥，我在个。咋拉不上那花花呀，招呀招手。这次咱也得把咱妈带上，最起码去跟你姐夫比试比试是吧？看看谁。看这情况，这家庭竞争有点激烈呀，咱爸妈都得去吧。嗯，你跟姐夫选一个吧。姐夫，看着行情，咱俩再打一架。我给你个计算机会，要不现在我把你扔出去。小舅子啊，这个直播是一个体力活，我怕你扛不住，要不咱俩 PK 一下，就从最简单的俯卧撑开始，行不行？行，谁怕谁呀、啊？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，老公加油！预备备，开始！嘿，嘿，嘿，嘿！我要听爸爸说啥？你快点，你太滑。加油！姐夫真棒，姐夫真棒！你爸厉不厉害？你爸棒不棒？对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不太行啊？你也不看咱姐夫啥身份。哎，姐夫体力有点不行，要不咱俩比唱歌吧？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去了，是不是？啥也不说了，马上要直播了，你整两句吧。和我在厦门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。大姑姐子，该你了。咋的？我给大家搬个腿劈个叉也行。等着啊，一二三。好费呀！老哥，我老腿都碰了啥呀？好费！真废了，看见没？我们家个个都身怀绝技，那山东老两口还没亮相呢啊！啥也不说了，29号直播间见吧。不是说半天你的才艺呢？我是老板，你见过老板表演才艺的？你们听我指挥就行了。